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的，我们相信的，信了如果不能透彻理解，没有用。解了以后啊，要照做啊。要行佛之行呢，才能够证佛之证。我这些年来讲经，得受用最大的是自己。别人听我讲经，听的时间都不长啊，可以说听经时间最长，而且也能够修行正果的，我见到一个人，西雅图刘成福老居士，这个人有修有证。过去在台湾的时候，他听我讲经呢，大概听了20年，每一会都参加了，没有缺席过的。诸位现在看到净空法师法语，就是他记录的，他的随堂笔记印出来了。以后退休之后就住在西雅图。有一些同修把我讲经的录音带送给他，所以他一直到现在听经都没有中断，写了不少听这个清文记，都印成书了，你们在大拉寺佛教会我相信都能看得到。